犯罪一国、啊，我诶当、啊，现在就可以侦查啊，可以侦查，可以侦查，下台再起诉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跟陈水扁当时一样，他扁了国际要分的时候，在台在任内就三军就查了，就查了、啊，就已经查了、啊。那为什么不查呢？啊，你们讲白海豚会转弯吗？哎，哦，啊，特侦组碰到蓝的就转弯啦，哎，对啊，怎么会查总统？对对，查理都来不及了，哪有时间查蓝的？这是台湾百姓看不落的所在啦。那你讲不是宇昌啊，你袂当查，你哪遐你嘛就查、啊嗯，哪遐大件拢遮大件，你若无要叮当，三中案、国发院、党产什么花博、梦想家，嗯，还没什么啦，啊、我都讲到啥话先啦。李远哲因讲迄三十来个亿啊，切对不？没有一件动，今仔日啦。有一位朋友啊，讲法律公职，显然他是在公家机关哦，嗯，应该是在法务室哦，对吧？法务人员呐、啊，嗯，法务人员，伊讲啊，伊个今嘛他怎样呢？北检从2002年开始侦办北银互帮内线交易案，到了2011年快结束的今天，进度仍旧无可奉告呢。我现在也才知道，原来特侦组确实会抢地检署的案子去办呢。北银互帮内线交易案。就被特侦组抢走了呢，但梦想家疑似违法的这个案件，明明有部长级官员涉入，明明不止一人啊，这个说明总统、行政院长对于活动与经费的决策权有参与，特侦组也不碰一下呢。我这个张先生请教我，应该调查是特侦组了，哎，你不叫特侦组去查别人，嗯，所以讲未来的进度问题。这是有影在审查，这特侦组的监察官，您当初是安怎调来特侦组的？您是凭什么物件调来？您有办过什么款的案件？来做一摆，请大家看。伊内底佫写一条呢，恶迹佮甚物程度呢？特侦组共办高铁迄个引擎呢？对哦，别个引擎吼，高铁高出来了，讲敢讲啥？无代志啊！你无代志啊？千劫，千劫，那个锦衣卫啊。逼你交出财产，交出职务，我就不办了。噶你母能你花呢？高铁交出来呢？南科一个月谢什么教授？谢清志啊，谢清志，你港官特侦组来对应办一个港官，你做调特侦组去做诶，嘛是一般诶，我只是教训一个，教训驾驶一个。是，洪仪公有高铁，我想高铁起码当属定一下。起码欧进德啊，欧进德有多少高铁股份？